里真的很感谢在后面背后的教练们，真的很辛苦。在从我们有进入 Kevers 的时候，我们有团队，他们都陪着我们到天亮，一起想着我们 Kevers 里面的套餐的设定的菜色，真的要谢谢教练们。团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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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值得再次恭喜获得第三名的台湾团队，好，请继续留在台上。